接着看偈颂第八首啊，世间所见法，但以心为主，随解取众相，颠倒不如是。这个前面两句，这个给诸位略略的说过，在《华严经》里面，这桩事情我记得前面曾经跟诸位也说过。啊，这个佛讲经呢，慈悲到极处，处处都是为听众着想。所以他不怕重复啊。那么当然我们也能够想象得到，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，不是像现在的学校啊，学生报名参加，年龄都不相上下，程度很整齐啊，这个好教啊。佛当年讲经呢，这个教学是一种社会教育啊，来听的人男女老少都有，各行各业都有，程度很不整齐啊。确实有很多专家学者，有很多真有修行的大德啊，那么还有确实是凡夫啊，甚至很愚痴。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。啊，佛陀是只要你肯来学，他都愿意教你。啊，他不舍弃一个人。啊，再笨的人，他也不会把你开除掉。啊，他有方法慢慢的让你进步啊，这个很难得了啊。因此常常一桩事情呢，佛会反复说很多遍啊，这就是这一个讲座时间长啊，他有先来后到的啊，很重要的问题。那么后面来，前面虽然讲过了，后面新来的人呢没听到啊，前面甚至于有听到的还有大部分的人，我们相信是大部分，虽然听了啊，没觉悟啊。哎，这种事情我们能想象得到啊，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嘛，听老师讲经，听一遍两遍，哎，好像是懂了，其实没懂。啊，听个十遍八遍的，哎，豁然开悟了，明白了。啊，所以世尊教学重复很多啊。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任何这个一个理论。而一个道理都重复很多次啊，所以我们只要好好的去学，前面听不懂没关系，不要去研究啊，因为什么呢？研究也不懂啊。这个起心论不是告诉我们立心原相，你心里头念念着想着这个经文，想着这个句子，那里头到底是什么意思，越想越模糊。到什么时候不想了，豁然就觉悟了。
所以这个门学问是想不得的。为什么想不得的呢？如梦不真实，你怎么可以想呢？啊，你这个想呢，就是底下的一句了，随解取众相。啊，这个解是你自己的理解。啊，你来取这些相。啊，像现在我们这个世间，许多这个科学家、哲学家，啊，都是随解，发现一个定律。啊，依这个定律来解释宇宙现象。过若干年，又有一个人又发现一个定律，把前面定律推翻了。啊，现在科学家知道啊，这个定律靠不住啊，真理不是一定的。啊，再来了一个科学家，若干年之后。又把前面这个推翻了。啊，这在这几百年当中的时候发生过很多次。啊，所以现在没有人敢说哪一个定律是真理。啊，永恒不变，永远不会推翻。啊，那真的是有啊，佛经。这大乘经是真的，真的是你永远不能推翻的，啊，如梦不真实的真理，啊，那么就是说明这个一切万法了，是心性识别，啊，这个清凉大师在此地讲的静即心变。故心为主，如果你这样的见解呢，那这样见解是正确的，啊，这就不是颠倒的，啊，如果不是这样的见解的话，颠倒不如实啊，啊，你比如现在有许多科学家，啊，研究观察宇宙从哪里来的。那么从天文望远镜里面观察了若干年，发现什么？发现宇宙在膨胀。啊，这个行星呢，往外面移动。而且移动的速度还非常快。是距离我们太远了，我们肉眼看不出来。啊，在这个天文学家的时候，天天在观察，天天在记录，啊，发现这个现象。啊，所以现在这个现象呢，是许多科学家都能够同意。啊，宇宙是在膨胀。那么宇宙膨胀不是一天了，啊，可能是几万年、几十万年、几百万年，啊，于是就从这个膨胀呢去思维，啊，膨胀一定有个点呢。最初是那是个什么东西，什么形状啊？是从它的怎么个膨胀法的？啊，那么这是所谓是数学是科学之母啊！啊，从这个数学里去推算发现呢，宇宙是一个原点。那一点就称之为原点，
啊，那是在多少亿年之前呢？啊，这个原点爆炸了，啊，爆炸之后就变成了宇宙了，啊，那么爆炸的时候，现在一直还是在膨胀，啊，那么这个就是随节取众相，天道不如时啊。啊，去年钟茂生博士在我们这里，给我们谈这个问题，啊，他的资料啊是美国太空总署这个网络上发表的，啊，说明宇宙原点这个膨胀的现象，啊，那么推算这个原点有多大呢？原点现在只是推算的，我们没有办法看见。那为什么它太小了？啊，它有一个计算的方法，我们在过去也跟诸位报告过，啊，那么它的资料我们这些网络上都有，啊，诸位可以收看，啊，随时都可以看。那么我只记得，啊，好像他的原点用比喻来说，我们的头发，啊，这一根头发，把它切断，切断头发有个平面，啊，好像这是一个头发，你这里切断，切断是这有个平面，在这个平面上可以排那个宇宙的原点，可以排多少呢？就直径。不是完全排，就是这一个原点的直径，一根头发原点的直径，啊，好像它是数字是100万后面3亿，啊，100万亿亿亿个原点，啊，那是宇宙的原点。这个《华严经》上说，宇宙没有大小啊，所以佛在经上常常用比喻说：“芥子那须弥啊，芥子是芥菜籽，我们知道芥菜籽很小，像芝麻粒一样啊，啊，须弥山很大了。”芥菜籽可以容纳须弥山，须弥山没有缩小，芥菜籽没有放大，这个我们很难懂啊，这是世事无碍的境界啊。那么科学家的发现呢，宇宙的原点就是你浓缩整个宇宙浓缩就成那么一小点，我们肉眼没法子看见，大概一般高倍显微镜都看不见。你看看一根头发的这个切断的一个平面，直径上排100万亿亿亿个原点，那么小啊！这样小的东西里面藏的是什么？藏的是整个大宇宙。这不是华严里面讲的大小不二？现在科学家发现一些东西，讲法的逐渐跟这个大乘佛法来得很接近了。啊，华严讲没有大小，没有内外。啊，这个我们在这个经上念过的。啊，佛讲微尘里头有世界，那么就是微尘就是原点呐，原点里头有世界。那个微尘里面的世界跟我们外世界一样大啊，谁能够入微尘里面的世界呢？普贤菩萨啊。那个微尘世界里面还有微尘，
那个微尘里面还有世界，重重无尽呢。这华藏世界啊，那么这些经文，科学家还没有说到。科学家只说到现在这个宇宙是个原点，微尘里面有世界，世界里头有微尘，微尘里头还有世界，重重无尽。《华严经》上讲的，没有大小，没有内外。为什么呢？这发心。但以心为主嘛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就是我们讲宇宙，我讲世界。这个世界从哪里来的？心先。心不是精神，也不是物质。这前面讲二分，二分这个相分是物质，见分是精神。我们今天讲的精神，相分是物质，精神跟物质是一不是二，都是从自证分变现出来的。自证分，那用现在哲学的术语来讲呢，就是宇宙的本体。物质跟精神都不是本体，是本体变现出来的现象。它有个本体，这个本体不是精神，也不是物质。佛法里称为心呢。能现呐、自证分能现呐、这个见分是能变呐、相分是所现所变。你能够这样的认知啊，那就不是颠倒了。那你是如实智了。所以是如实知识吧，这是老师教的，我从老师那里听来的，不是自己亲证的。佛法里面呢，最可贵的、最讲究的是要你自己亲证。佛在经上给你讲的这些道理、讲的这些事实，你要亲证。亲证才是你自己的境界。你证得这个境界呢，这叫化身菩萨，这叫成佛。如果没有亲证呢，你能够证到第二层，就证到这个见相两分。就是此地讲的，你能入唯识观，这是相四位。这个位置在哪里呢？在四圣法界，十法界里头的四圣法界，不在六道啊。你脱离六道了，所以法相唯识中的修行。要修唯识观，转八识成四智。那么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中国人很自然的就想到六祖慧能大师《坛经》里面所讲的八识，是
智通禅师，参访六祖，他是学为师的。我们一般讲的学教的，向六祖请教三生四智，这个境界。三生法身、报身、应身，教下讲得很复杂，讲得很多，我们一般人听到未必能懂。可是六祖讲的呢，我们容易懂，真的是开悟的人，应机说法。我们是什么样的根基？用什么方法来对我们讲，我们会懂。这就好像这个大夫给人治病一样啊，高明的大夫啊，应病于药。你们两个人都生病，病的状况是一样，好像是一样啊，但是那个病的因不一样，所以它处方不相同啊。处方虽然不同啊，个人吃了他的药啊，病都好了，这高明啊。那个病发作是果啊，为什么发作的是因啊？果好像是一样，因不一样。真正其如境界的时候，那就非常高明。他有真实智慧，他真的看到真相。所以坛经虽然是禅宗的东西，这个教下的学者几乎没有不读坛经。我学佛了，真的是第一本经书是看坛经。那个时候还没有遇到老师。我还是在工作的时候。工作有一年度假。我们佛务有多少年之上的时候，每一年呢有一个月的假期。这一个月假期你可以分为两次三次度假也行，一次也行。所以我度假了就到台中去。那个时候跟李老师不认识。台中有个朋友。是我父亲的同事。这个在抗战期间。我们在台湾遇到，所以非常欢喜，他要我到他家里去住几天，我好像在他家里住了两个星期，那么他家里的这书很多，我随便看了一看，有一本《六祖坛经前注》，丁福宝的，还是木刻版线装书。偶尔翻翻看看，他越看越有味道，好像在那里住了那个十来天呢，把这本书看完了。这是第一次接到的，那是我也不是佛教徒，也没有信佛，也没有跟，就是头一次看，有缘呢看到这本书，看得很欢喜，越看越欢喜，因为他有注解。所以以后啊，这个坛经我也讲了两三遍的，我都依丁福宝这个注子。有一次讲得很详细。
啊，好像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录音吧，有录音没有录像，好像是的。那么六祖给我们讲的三身呢，他说清净法身呢，就是我们的自信啊，一切众生都有啊，这个性是什么呢？性是真心的心现啊，能现的是清净法身啊。是真心啊。那么这个说法好像杨仁山居士的佛教三字经里头一开端呢，他也是这个说法啊。这个佛教三字经是明朝时候，也是一个出家老和尚编的啊。以后啊也有人修改啊，这个杨仁山居士也是把它修订了一下啊，他把它流通啊，而且换了一个题目叫佛教初修课本，是模仿三字经编的啊。它里面有两句啊，讲的真如性的即法身啊，所以法性跟法身是一不是二啊，性相一如啊，性相不二啊。那我们现在这个身是相啊，就好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比喻啊，以精为气，我们这个身的本体是什么呢？本体是精啊，现在是这个相啊。啊，气不离精啊，精不离气啊，气就是精，精就是气啊。那你要问，那真如本性在哪里？所以宗门大彻大悟之后啊，有人问他，啊，他随念一物比一比。哦，这个问的人点点头，随念一物，没有一物不是啊。啊，你不再分别，不再执着了。啊，没物的时候，古人参学所谓的时候，踏破铁鞋无觅处啊。啊，我们想明心见性，想找本性在哪里啊？明白之后哈，得来全部费功夫啊。原来的时候，你六根接触的境界哪一样不是？是我们的真心，是我们的本性啊，清净法身。圆满报身呢，是我们自信里面本有的般若智慧啊。报身是智身啊，千倍亿化身啊，就是我们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啊，念念不住啊，千倍亿化身是为识所变。这个讲法很容易懂啊啊，但是我们今天只有这个应化身，这个应化身呢，我们不能跟佛比，因为佛的应化身自在，我们不自在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我们迷失了化身。虽然迷失，化身在不在？在。化身有没有染污？没有。化身依然清净啊。我们圆满报身在不在呢？在。自信本具般若智慧德相，一丝毫都没有
亏损。啊，正是华严经上所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皆有啊，没有一个没有啊。哎，这个一切众生，众生是广义的，凡是众缘和合而现起的现象都叫众生。所以一切动物是众生，一切植物也是众生，一切矿物也是众生，你山河大地都是众缘和合而生啊，虚空法界也是众缘和合而生。所以众生的范围太大太大了，包括整个宇宙。但是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的毛病世尊一语道破啊，我们的毛病就是妄想分别执着。啊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是如如佛，你本来就是佛。你就觉悟了，你就成佛了。所以千经万论讲什么，无非是把这些迷雾的现象跟我们讲清楚，目的劝我们放下啊。为什么放不下呢？这些事实真相你们没搞清楚啊，你迷在里头啊。啊，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不叫你放下，你自然放下了啊。所以我们常常讲啊，放下对一切人事物的执着，你就超越六道了，证阿罗汉果了。啊，放下对一切人事物的分别，你就证菩萨果位了。啊，你就在四圣法界了，比阿罗汉还高啊。啊，四圣法界里面有佛有菩萨，有圆觉有声闻，啊，圆觉声闻是只放下执着，啊，对一切人事物真的没有执着的念头了。啊，如果连分别的念头没有了，那他就升级了，他升到菩萨，升到佛了。啊，这个佛是藏教的佛，通教的佛，地位并不高。啊，他为什么称之为佛呢？因为他修六度万恨。啊，所以是相似佛位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起心动念被断，起心动念是妄想，他还会起心动念。如果把起心动念扶住了，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跟大家在一起和光同尘，不但没有分别执着，起心动念都没有，这个人是佛。啊，那宗门呢，禅宗里面讲呢，这个人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是在一切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，啊，他其如法性啊，就是明心见性的，啊，明心见性的人十法界没有了，啊，就后空空无大千呐，啊，十法界没有。十法界没有，现在是什么境界呢？一真法界。他住一真法界，我们两个同在一起，同坐在一张椅子上啊。我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我住六道，
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他住一真法界，他的境界是一真法界，我的境界是六道。这个时候你有没有觉悟？境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境随心转。他的心是真心，真心没有念头啊，真心立念的啊，就起心动念都没有啊，所以他的这个眼前境界是一真。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我们的境界是凡夫秽土。那你看，同样一个境界，受用不相同啊。他的受用是乐，我们的受用是苦啊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住的是极乐世界，我们住的是娑婆极苦世界。啊，乐也好，苦也好，都是如梦不真实。啊，所以他知道，他明了，他始终在大定当中，行住坐卧都是定。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应化在我们世间啊，为我们这些大众讲经300余会，说法49年啊。佛说得好啊，般若经上讲啊，佛天天跟大家讲经，天天没说啊。所以金刚经上讲啊，谁要是说释迦牟尼佛说法，就谤佛。那佛天天讲，怎么没讲呢？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啊，说是什么呢？感应，你们问我都跟你讲。啊，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。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哪里来的分别之处？这个事情很怪呀。我们没法子理解，没法子理解。是你看看江本胜博士水试验应该有启示。啊，我们对着一杯水起的这些念头，水有没有分别？有没有执着？有没有起心？有没有动念？没有啊。啊，但是我们起个善念，它就现一个很美的图案，啊，那个界境就很美。我们一个不善的念头，哎，它现的那个像啊，就很难看。那是什么？感应。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是感，这个性德是自自然然的应。决定没有起心动念，这叫感应道教啊！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啊！啊，谁是化身呢？所以我常常说，我们整个宇宙是有机体，现在叫有机嘛，有机就是有生命的，活的不是死。啊，动物是活的，大家知道；植物是活的，我们现在称它做生物。啊，矿物也是活的，水是矿物啊。啊，怎么是活的呢？哎，你看现在这个实验证明了，它会看，它会听，它懂得人的意思。啊，是什么道理呢？啊，你通达大乘，你就明了。佛家佛不是说了吗？你看此地这个经上讲吗？
境即心变。啊，境是环境啊，物质啊，物质环境啊，是心现的，是心变的。啊，那个心就是法性。啊，法性它有本能啊。他这个能力不管变什么他都不会丧失，本能他不会丧失。本能是什么呢？见闻觉知啊，真心本能有见闻觉知啊，所以变成水了，水还是有见闻觉知；变成石头了，石头有见闻觉知；变成泥沙了，泥沙有见闻觉知。真有啊。所以你不要认为它是死的，它没有知觉，那颠倒不如实。啊，你知道它是活的，它有见闻觉知。啊，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。啊，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，我们跟小动物啊沟通。啊，你说常常的时候，一群蚂蚁，啊，在我们房子周边，我们走路很不方便呐。啊，总不忍心把它踏死啊。啊，我早晚呢，总是围着房子散散步啊，走几圈。大概总得走散步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啊，至少是半个小时啊。那么我在散步之前，我一定合掌跟蚂蚁沟通，蚂蚁菩萨啊，我现在要在这边散步，请你们离开这个散步的步道半个小时啊，给我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你们以后再来。真听话，他真走了啊，大概三四分钟之后，我散步这个道路上蚂蚁就没有了，很灵光啊！啊，我们以善意，绝不伤害它。啊，花草树木，你也常常可以跟它沟通。啊，你以善心、爱心对待它。哎，他开得很陌生啊，颜色非常鲜艳啊，很香，他的回报嘛，自自然然啊。所以天地万物，我们这个一般不懂迷信的时候有神呐、啊。实际上是自信的本能啊，一定要晓得，法性就是法身，法身就是法性，就好像我们讲精就是气，气就是精啊。我们看到这个唯识，唯心所变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这是唯识观，很难得了，算是没有看错了啊！但是它是第二义，你不能见性啊。那怎么样见性呢？能现所现呢，都不可得，这才见性。什么？为什么道理呢？自性里面没有分别，没有妄想啊。唯识里头啊，还有起心动念啊。虽然是放下了，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啊，这个分别执着放下了，他还有起心动念。所以
只能入唯识观的境界，不能见性、啊、道理在此地、啊、那见性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住六祖大师讲的话的时候，本来无一物，啊，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啊，这才能解心，啊，你真正在境界上如如不动了，如如不动是不起心不动念了，啊，这个境界层次很清楚。我们的修学头一个去执着，啊，与一切法不再执着了。啊，你看有很多人叫好面子，好面子是执着，哪来的面子？啊，我们这个经上经文上讲的如梦不真实，哪来的面子？啊，你还要碍于面子，还要执着这个，错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搞轮回呀、啊，生死业，六道轮回业。那觉悟的人，觉悟的人没有执着，一切随缘。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。啊，在这个里面，真正用功夫。啊，这个功夫就是《华严经》末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立思练心。啊，不是躲避。啊，到深山找个山洞就住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啊，就在红尘当中，啊，什么人都接触，什么事都接触，啊，在这个练什么呢？练不分别，练不执着，啊，我们初步的功夫还有分别，先练不执着，啊，不执着就是不执着我自己的意思，我没有意思。啊，你才能随顺众生。随顺众生这个里面，你有智慧。啊，随顺里头有善有不善。啊，善呢与性德相应，不善与性德相违背。善的我们随顺，不善的我们不随顺，这就对了。所以你只要心定下来之后啊，顺逆境界你自然会处得很好。啊，善人跟你处得很好，恶人跟你处得也很好。你都能够随顺。啊，善人我成就他。恶人我回避他，啊，感化他，希望他能觉悟，啊，我们自己做出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很好的形象，自度就是度他。啊，所以这个三身呢，
能大师讲得好啊，简单明了啊，通通在我们自己身上，四肢啊也不例外啊。四肢这个注解的这个本子啊，书讲的简单呢，这个抄里头啊讲的详细，就是四分啊，一定要记住四分。相宗的修学，他这个最重要的宗旨啊，就是转八十成四智啊。古人又问了，几个十？单独转成一种智，几个十共同转成一种智？这问得也很好。啊，这经里面告诉我们，阿赖耶单独转成一种智，叫大圆净智。摩那时也是单独转成一种智，叫平等性智。第六意识也是单独转成一种智，叫妙观察智。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共同转成一种智，叫尘所作智啊。转八十成四智啊，这是相宗修学最高的纲领啊。那么六祖在坛经里面的开示讲得很好，真的是简单明了啊。他说大圆净智性清净的啊，性是真如本性，自性清净心的，那就是大圆净智。啊，在这个注解里头有讲，唐朝慧海禅师他说湛然空寂，圆明不动啊，本性清净，立柱成然，动彻内外，无忧不出啊。啊，那就是没有一样不明了，像什么？像大圆镜啊，这个大圆镜的时候把外面东西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所以大圆镜是比喻啊。那么这就是你自信清净心是你的真心，它本来就是这样。我们通常在宗教里头赞叹神，赞叹上帝全知全能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。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呢，是他现的境界，是他现的。但是为什么会变成十法界的？那是识变的啊。那这个识呢，就是第六意识、第七识，第七识执着，第六意识分别啊。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是讲十法界，十法界是从心想生啊。那么十法界呢，就是第六意识、第七识变的啊。第八识是现，能现，能现
啊，所以第八识叫真妄合合。第八识是性自信，自信清净心的，所以它本来就是大圆镜啊。啊，这个意思没有讲透，明天呢我们接着讲，现在时间到了。